好好的一个姑娘家，怎么说话跟土匪似的？谁让我看上你这个马匪崽子呢？不有点土匪做派，下半辈子怎么镇得住你啊？你明天早上帮我出城，送一封信给徐光耀。为什么突然要给光耀哥送信？出什么事了？可是刘福手下有20000人，你只有2000人，你能支撑得住吗？这刘富呢，一直在养病，而且他手底下的兵久不操练。我谭家军可是从战场上拼杀出来的，撑到徐光耀前来支援，肯定没问题。我相信你，我明天早上就去。好，那我让谭四。但是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今天晚上我们要拜堂成亲。万青，我们现在结婚是不是太草率了？要不还是等你回来。我觉得不草率啊，反正我是想好了，铁了心让你做我的丈夫。难道你还有什么别的想法？怎么会呢？我怎么会有别的想法？如果这辈子我能有个老婆……如果……我的意思是，我不会有别的想法。那既然没有别的想法，就过来把卖身契签了。签了以后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好好的一个姑娘家，怎么说话跟土匪似的？谁让我看上你这个马匪崽子呢？不有点土匪做派，下半辈子怎么镇得住你啊？我哪里写的不对吗？你这国语是日本老师教的吧？韵脚都没押对啊。怎么，你是不愿意跟我生死相依，还是不想和我不离不弃啊？我说韵脚你扯哪儿去了？我们把名字写上，从此以后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